家好，我是你分享 SS Family 朋友推荐，要夹娃娃夹得爽，夹饼干夹零食最开心的地方就在这里哦。熊嗨新乐园位于桃园的南平路上哦，这个地方是个很夯的景点哦，跟我们进来看看吧。Go。终于找到你了！人超多的，这根本是小孩子的天堂嘛！我快有一台车车了啊，这个叫大象车。啊，你可以把所有夹到东西都往里面丢哦。来这里的人没有空手出去的，都是一大堆。好紧张，没有夹过，来吧。小等，要拿一包。外面一点的比较容易夹。准哦，有夹到吗？啊啊，摸到而已。再一次，来，再找个夹子。对准，看看，对准，动一动，对准，左右看一下，从左右看一下，好。妈妈很激动哎。我很紧张哎。啊！自己上线来啦。好，不要争执，我们看看有没有别的。再让我进游天了。好像有机会，快一点！我屁股夹不起来啊！哎呀，算了，好了。呀！可以呀！花了我50块，夹到了一包，草莓派。夹这个哎，知道吗？先调整位置，调整位，位置找好之后再按这个，知道吗？不会吗？哪里？他居然选了一个很大人口味的饼干，这里夹得起来这么大，感觉都不好夹耶。试试看没关系。好，先算一下，要夹哪一包？刚刚够。有选好吗？他又想要看到旁边这个，想夹了，夹这个。你现在没有东西，往里面，来，过来，往前。太久了，哎呀，不行。换姐姐吧。好，姐姐。先选好再夹、哦。是这里吗？哦，抓到了。有没有呢？好了，平平卫生棉挑战一下。看到了吗？蛮实用的一个东西。啊，好难弄头发，夹不住了。先夹那个夹子。夹什么？没有啊，就自己夹。啊，差一点点。再一次。啊，怎么办？没关系啦，试试看。撞一个出来了，好开心！来，我们现在要夹的是健达出奇蛋，爸爸加油！出奇蛋啊！来，这应该随便晃都有吧？会不会？不要那么里面，门口的。待会滚下来，这两颗看看。啊！再一次。再一次就好了，来啦！啊！不夹了。对，我们换别的挑战看看。换一下，两个小姐姐，加油！用力！加油！哎呦！哪里？随便。这样装箱都可以，可以到外面做装箱、封箱。下
不是。什么？你看边边看，可不可以把它挖下来这样？两百了，我真的没什么技术可言。第一块是这个电动夹吗？对，人家这个已经有人投90块，我们再投30块就可以跑夹。来来来，是过年期间限定的活动，所以各位朋友把握。夹的袋子，这袋子蛮好的。活动需要地方找我进行抽奖。哦。叮叮叮，耶！我们来挑战这个大夹子哦。对，我们挑边边的就可以了。看看，哦！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。又甩下来了，来。那一个应该夹到屁股就会掉下来了吧？把它推下来啦！就是这样子，看看有没有。哇！后背包有没有机会啊？太棒了，太棒了！来呀、啊！我们家这个怕的巧克力味米果，你看得到吗？来，它里面的不好夹，因为夹门口的。哇！我试试看。它等一下夹起来就放掉夹子的啦。哇，它时间到也会夹、啊。对呀、啊，夹这个，夹这一包，夹这一包，你要推这包出来，啊、想办法动它。哦。啊，差一点点，啊。差一点，是吧？我们来试一次。按门口的。对，夹一夹。就是它，就是它。好哟，很烦呢、欸。来来来，不放弃，不放弃。好像夹子应该在里面一点，它才往里面外面丢。不会，它就是都怎么样都往里面甩，它设计过了。你看它怎么弄，它都往里面甩啊。那不行啊，这个。哎、欸。哦。出来了，出来了。我想吃金沙。好，夹吧。快点快点，来一个，好，快快快，时间到了，好，有了，有了，哇哇，哎，好棒啊，耶、yeah, ，我最爱吃的，开心，哇，超棒的，哇，垃圾，哇，这里还有卡里卡里耶。刚才怎么夹？他刚刚碰到，然后就倒下来，所以你应该夹那一罐，让他看怎么会倒，怎么会倒下来。这一罐，里面里面，这边这一罐。怎么可能？不是不是，前面前面，前面这一罐，看可不可以浮起来。对，这一罐过去，怎么可能这么下？夹呀夹起啊！夹子它过不来啊，它卡住了。对对对，这一罐。快来，快来，快来！没有插进去。没有插进去。还要试吗？快来练习。
都浮起来了，加油！这里有抽两箱，好，下面来抽奖，各抽一个，抽一人抽一个，快点抽一个，一人抽一边，你看，好了好了，走吧。还有一二三四号赏，我们刚抽到四号一个哦，这个可以吗？可以。我们今天呢，大概花了台币500元哦。哎，我们真的没什么天分，因为平常从来我们都不夹娃娃的，然后来这边就觉得天哪，很难，非常之难，所以夹的并不是很多啦，就大概。开心喽！